外遇有助婚姻。日本啊，很多都是那种各自有外遇，可是各自也都知道，100对里面啊，居然有70对哦，是哎家里很和乐的。强哥老师，你不要再搞外遇了！还有乱贴标签。当有人追我的时候，我老公发现了，那个时候他已经要跟我离婚，我才发现原来我不能失去他。所以那天吵完之后有天雷勾通地火的疯狂做爱。女人好犀利，周一至周五掀起最危险的话题。